哇，三百好像是三百了，三百块位哦，三百块哦，唔错。来，我讲。等一下，那位是工学路没？你先。哎，咱们先。等一下，那位。啊。几只碗？我多。一碗，两百块王，你买两大王一碗哩啊？啊，我想买四百。不能好了，两不钱这样，这一尾百倍，整三只钱，三百来钱，我这么三样给我来。三百来，我这现在三百来。你看好了，来，阿妹头几只来，来哦，来三百块来，来谢谢，阿别多去啦，不然我就别多去喂，三百，来只，来三百，不然我就别多去喂，你别多去真系，别多去真系好贵贵啦，这搞自助餐的啦，自助餐，人家便当用的啦，真系，不然要开三百了，我真系，两百好了，百六了，别多真系，一百了啦，真系一百，多来。你多少？一百块。你多少？一百块。你多少？一百两块。你多少？一百两。你多少？一百块。来，来，一百块，一百两块。你多少？一百。你多少？一百两块。你多少？一百。你多少？一百两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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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多少？做几人去无啊？拢我来干，做几只发？做几上几只先发？惊什么？做好无只？无啊，也无我来。来讲啥？这头猪先，这头猪拢来先，是人去无啊？拢来先，恁穿啥穿哩先？穿了穿好先，这头猪先穿个。三百，两包了，两包进来，今，今麦五秒，做几下？两包，两包，再两百多条，再两百，好，再两，好，又一个，又一个，好，你不会啊？七八，啊，系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卖七八对啊，就卖七八，赶快七八，赶快赶快，那不那谁不赶快来？这大虾来，大虾来。大草虾来，大草虾来，这个吃无啊？这哦，买好一只哦，百三块、百二块，你无得买了，真系。啊哈，两三只真系，不是千块啊，真系千块来，真系千来，千块来。真系，几只无只？千块啊，真系千块来。一百块，好哩，我好无得吃啊！真系，两条鱼精啊，新好来，新料来，无啊，上一只请你呢啦，上五只上六只来，上六尾啥？上六只来，上一只八只无得吃啊！啥？上六只啥？五八了，五八，他是五八，你老师哎，我五八呀，五八啊，五八，七八有七八有，这五八好有两万五哟，我接了好嘞，五百，有人要，没有就算了，没差，我想要。
没啊，就是这样啊，我吃就讲没了。应该是七只，我刚才算应该是七只。炒虾七只一百哦。七只啊？你觉得呢？神雕侠侣会偶尔带单吗？会啊，会偶尔出现。你等一下，你喜欢神雕侠侣？我发现大黑白椒，七只我不是五百块呢，七只算老爹呢，七只几十块呢，我这七只几十块不敢吃。对，鲑鱼头是今天比较大颗，今天都每个人都是这样卖。来，这样来，这样。我现在，我到我都这样。我爸现在。那个男生蛮搞笑的。我回去会跟他讲，他叫阿根。我爸好年无，阿爷，你讲来，来去无啊？小芳，哪位我爸？你好，现在我爸了。地位 OK， 因为你说你要两份，然后我就去拿两颗，拿两个半颗啦。神雕侠侣它的收视率还不错，但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卖，他们是遇到像他休息不舒服，或是临时跑去，像上礼拜五，他临时跑去土城那个，那他的好朋友才会出来帮他卖。因为他们平常的话，礼拜三、礼拜五在峨眉，半夜十八，然后礼拜天在中原，礼拜四我不知道在哪里。没有了，就安雅。他一个礼拜现在卖四天，昨天有卖啊，昨天有卖，你们都知道啦，昨天。你要吗？哎呀，对呀。来个我，来，老板呐，哎，老板对吧？加油啊！上礼拜五他爸爸跑去台北，我想哇，跑去台北，他先到底要不要拍，到底要不要拍？好啦，还是要拍好，你们多了没有？昨天我爸没有看过他，我下来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看到看过他？有没有找回我爸来？我爸，有没下来？我爸，找下来，我爸下来，找回我爸。有没有找回我爸后来？我爸下来，我爸，找回我爸。找回我爸后面再来，因为都听得到嘛，赶快来，就你干嘛？行吧，早点播。早上五点开始的而已啊。偷早无，我今无时间做事嘞，反正无时间死嘞。好时辰哦。我爸真系我爸。心情未歹啊。夜时哦，拢得到啦。对啊。拢得到心情。可以啦，那个东西我买过。好事人好命啦。好事人好命，出事做低啊。做低好命啊。做低好命，见大只见龙台，见个大台，真系。我爸真系好不？我买了，五百。来，我买了。一千咋？罗伊，罗伊爱玩。罗伊啊！我买现在，我买。四百现在，几百？两百了。两百，青菜呀。青菜啊，好来啦！青菜啊，四位你包下来，你包。我包下。你包六万，你包。哎呀，我个香呀！好，你包。你包。啊，这个香油香。哎，我这边换那个。没有再换的呢。两百块了。对啊。两百块。喂，老姨啊，好呢啊。两百块。你再来做位走啊，卖紧张啊，两百块啊。你是讲这边啊？这边的，这个是，这五百，啊，这三百，还是草蟹，啊，这是白蟹。我是草蟹。嘿，草蟹七只。七只，系啊，喺外口。两百块啦。两百块。七只可以卖百，最少可以卖到上百、二百三。不会啊。再七不会。
有那种一杯才百二百。我看你你也是你头前知啊？超黑。嗯，超黑。那是白黑，白白白的，一只半三百，还是一只半五百？新鲜吗？这个？早上从鱼市拿来的啊。八块，够人卖无？鱿鱼两百块。鱿鱼是干嘛来的？贵啊！不，卖你二十块尔啦，鱿鱼两百块啦。耶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多啊！最后一个啊，后边我去啊。你要做成什么？白虾吗？白虾吗？好啦，来，白虾一半。这个多少？三百。我帮你开。最后了，古老白虾一盘，白虾还是开一盘，白虾三百块。好的。三十个，三十个找你。两百块还有没有？看哦，真真真。哎，两百块。两百啊。OK 啊。八。两八两八。对对对。三百块，他去了更远了。嘿，你看，今天都没，今天都没了。但是看到一点还有，还有。办的拢无啊，两百块。兵哥早，你去金马路，我金马路。两百，去金马路。哦，过一时间啊！啊，你也报知道？从那边拿好了。报知道哪吧？我帮他刚好走一边走价格。好，这边找七百。好，这样子哦，你找七百。报几了？报几了？八百。好，来，来，这给你。好。好几碗，会再用提起钱阿姨，你讲白虾吗？这是炒虾吗？好吧，七只。我再配来。在底啊？小皮说：“哎呀，不用拍，哎呀，不用拍，过来四天的话，他会忙死。”好忙死，下次下面是红条，对，毕哥，等一下，你吃红条哦，可能要塞鱼，那个要塞。插保鲜，但是很好的红条，你要的是杀好过来。在三百，在三百来，我要三百来。对啊，赛事 OK， 真的，大只。那个一只一斤多。快要三百块，小兵真的松口气。哇！下一个礼拜五，那前四天，那我美白的时间都不够了。到时候我会变成小兵，变成欧欧噜噜的欧。接下来，抽接下来。我等我下来，我等抽接下来。他妈真的搞小鸡了，他妈真的搞小鸡下来。小鸡会接爆哦，下来接爆了，三八。会涨下来，卖个七幺五四八下来，三八六，三八下来，三八六，三八。咋吧？咋下来？能摆啊！能摆啊！下一台。平衡套梯。套梯下来。单动的哦。好嘞，好嘞。这都只有位哦。单动的，这个只有位。就无发过啦，无啦。单鱼卖无一届哦。两百，两百，两百位哦，两百位哦。有少少来，有少少来开。我想你看后边来，我唔会来。一条三宝，好像系，哇，好，肥啊肥啦，而且肥破面嘅，人家只肥啊肥，好像系，非常真系，即系我听听食，食只系乜嘢？看住用下煮煮汤啊，食只系乜嘢？三五三八真系，不如两五八，五八六，三两五八真系，三两五八六，二条真系，龟头真系，五八六，四八六，
300了。300块啊？三百块。第一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两种鲑鱼头是不一样的。这是一颗一百，那个是半颗一百，两个品质不一样。跟你讲。300块。哎呀！早上买那个不好吃，要买这个才好吃。真的啦？没有，早上买那个不好吃啊，又那么贵。对呀，好大人一杯一瓶，五百啊。500啊。其实。你今天有没有再买一包？没有。有卖完了，这时间来，这时间来跟我卖完了。对啊。对啊。这时间来跟我卖完了。现在我们来干嘛？就是你啊。你要看你要什么东西啊？再问有没有比较快，比较特别是这个啦，安标啦。这是安标。对啊，一盘2000。真的？没有骗你，一只1斤多。安标。对，这个 size 的。真的啊？会被骗吗？你问他啊，不可能。还在。没有香鱼。没有，看你要不要先拿。先拿的话，看他会不会到账。红条，怎么？你试试看才知道啊，没有吃我不会没办法跟你讲，好不好？这海波啊，吓你呢呀！真厉害呀！这海波三百呀，这海波，我这海三百，这海捞不着，这海捞好不？卖煮，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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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哈，捞煮，很快哦，即使冻好，不冻熟，哎，那个怎么卖？这样，这个可以煮，人煮，这个慢慢煮，煮到你满意，500。你慢慢煮啊，慢慢煮啊，那慢慢搓，一直搓搓到底，哎，500块，你看我呀，你这不啊，我这不啊，这，我这不也，哪里啦？我啊，我等我啊，不看啊，不看啊，300块啊，这要4000块啊，这要4000块这样，买去啊，这要4000块啊，我。报价很老，电视报价是，电视报价是，要个要几年哦，要五块的就会好多的，今年。报完下来，这里报完，能报下来，能报哎，报完能报下来，能报，报完能报，能报下来，报完能报下来了，报完更能报下来，能报200，报完200块下来能报六，报完能报下来，报完又减下来能报，能报下来200块能报六，报完更能报下来，更能报下来能报六，能报完哦。你看啊，现在不是在吃面嘞？没有带沙。沙给你看的。没有，他杀一只给你看而已啦。他就一杀起来漂不漂亮？一身着，一身着。他就越杀越舒服了。要不现在要切下来？他杀一只给你看而已。杀一只给你看的。阿伯，南宫你不要，南宫你不要抬鱼啊。没呀，不会抬鱼啊。很厉害啊，一下子就杀完。我不要了，我吃一个给你看，好吃真的。真的啊，好吃哦。200块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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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块钱
你要吗？嗯。我帮你拿一个。这里。这一个呀。你们一起的、哦。我是。对。包括一起的。没有一起吧？第二次。哇。我给你。来找你钱，等一下。要几位？五百。我。对，找他。两百。两百。